Hello， 学弟，今仗不错了哦。形容词三个，这不好玩的嘛？三个提示，三个提示。好了，一个形容词到了，一个形容词。健康。好，跟健康有关的，来，我们看谁谁收到他的健康的祝福。按摩棒。三二一。陈妹妹。陈玉雪。还有下一层哦，我爹哦，没关系，时间很多。啊，这最大的礼物，有你吹我就到此了。是什么？是什么？发呆啊，发呆。哦，要给大家看啊。婉丽的，怎么办？不想看给你们看，真的得雅思。啊，恭喜！好，准备下一个人了，我们下一个有三个就有我们的神神，陈奕贤抽了啊，对啊，有陈奕贤，陈奕贤就直接上了，那就姑姑的礼物是什么？姑姑的你的礼物，哦，别他抽，他抽了，是得奖的他的拿他的礼物来抽三个人，坐飞机哈，坐飞机，坐飞机，你都是哪一个？两个，哦，两个，两个，但是只能抽一个人哦，一个就好了，是一个嘛。你的两个也是只能抽一个人哦，你可以分两，你先形容，你那个两个可以分开呀、啊。我不要，我不要。你先形容一个形容词，简单简单的是什么？有坐飞机。小刘全是坐飞机哦。泰国的陈妹妹最爱。太多了。减肥药。泰国的是那个阿肥大病的减肥药。哦，高小姐，我想享受一点，你想要，你绝对想要。来，你要颁给你的大嫂。颁奖，我们大家，大家，都是我们一起抽的。那个吧，啊，你抽不到我的了。二三，好，我来看看啦。现场抽，外现场开。你还需要吗？不要。好，我们先拆这个吧。可不可以准备简单到位？抽到你自己。结果抽到你自己。还是你？抽到陈妹妹。自摸。后面的，这是后面的人。不要。他知道你很需要钱。你也需要钱。
我们钱不要签过你。要过一年了，你。来来来，我喝这个，因为有打开过来挡挡你。要不要你们要这边有多少？我们有奖，我们不给人家喝，我们只买个嘛。好，可以，你们可以。好，可以。来，莫要来，请介绍你的礼物。我的东西简单，是坐船，有坐船，好用，好用。有坐船是坐轮船，不好用的要不要吃？我坐船吃那个辣椒，吃那个辣椒。他们工厂的那个我逗屁哦，逗屁哦，逗屁，我打个逗屁你哦，逗屁，逗奶哦，对，你逗奶哦，逗奶，逗奶，逗奶，自己做的豆皮的，你们全部做完就不好玩了呢。还没啦，休息一下。上报上报上报。来，你们三个人，你们三个人上去。来，阿弟弟上去，拿哥哥的礼物，拿哥哥的礼物。差不多，你给，好，拍照拍照。我们分三次。拍照啊，拍照。下次一二三。哎。好，我们第一轮的礼物到。来，先美露。900秒的鞭炮，哎。
那你们家粉丝会回来？你多了二十，多了一十十几万的粉丝了，你多了十几万的粉丝了，拉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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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对，他二十，你现在三十了，拉回来了，拉回来了，你赢了。怎么那个南方部落啊，我的朋友我同学开的，本来就是要去六星六星啊，哎，他就是五六日三天才有东西。二哥，东西好不好是不重要，气氛。我这练习明天要参加，明天要参加探火，声音怎么可以这样？Thank you.
家里头呢。你乖呀，给妈妈拍拍你。过年，知道吗？这我多。要我们家都很熟。如果是慧敏，哦哟，刘慧敏啊，慧敏是你同学，我同学，啊，第二呀，我的小姑，他们好漂亮，同学，对，他们的姑，对啊，我们同学啊，嗯，没有，他们的姑，他们的姑，对，他的弟弟呢，以前的什么，我的哥哥。你把你长招，年纪是你的那个男朋友啊，人家进长招的帅哥，长招帅多少？长招，他在哪？我是在电视里面看的。等一下，你们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知道，我的长招跟那个长招不一样啊，是长招跟长招，对，不一样的长招。你讲的是包青天的长招，对，跟不一样的长招。你看你们在讲什么？所以那个多少跟我说，那个长招很帅，你们很帅。我的妹妹，大嫂。好了，不打回国了啦，咱结束了。
转台的时候台式就是而且33个台中华我们的房子的电视就是那样吗到我们家的时候都是这样因为前掌握电脑我们家啊我们以前的电视在那里然后还有这样子开关的对不对那个门要打开我们以前的这对也是这样然后看着是打开收音的那个是金门晚的金门晚的十点半喂这种东西干嘛的我在哪里上面啊就你们要自己烤肉上面一点太无聊了吧哦过去是你今天那个小老师烤到什么时候你在找给全村吃的嘛赶快赶快不用不要闹事在关灯啊都不在下面在下面应该在户家那个布我们车子啊有吗车子应该在户没妈妈上面现在很忙啊